神盾舰搭载了由美国海军所研发的各种武器系统的舰艇，国籍不明，对方正朝本舰接近中。我们强烈认为，可能已经有间谍潜入本舰内部了。我们内部以代号 X 来称呼间谍。你去的地点是舰长室，没错吧？某个国家的间谍先生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江户川柯南，是个侦探。名侦探柯南，绝海的侦探。星期三晚上8:30，就在某某金字塔。